我还是八分吧。对对。行了，那不就行，下。我要个六分吧，及格就行。没，你是最惨，你得二分。但是我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看的见过，就是喜欢看那种。你就是那个贝，你哥是狼。对。欢迎来到水果 Radio， 嗨嗨嗨！嗨，你觉得自己最像哪种动物？我属龙，我就像龙呗。我属马嘛，真正会感觉自己像马。我名字也是，会有这种间接的影响。而且那种不是野马，是那种比较温顺，有时候不也野一下就。为什么喜欢？喜欢像，没有喜欢啊？为什么像？喜欢像，对，喜欢马也挺好，马是我蒙古人最好的，最好的朋友。对对对，马头琴也是我一直在拉马头琴，然后名字叫 Himmer， 然后属相也是马，然后生的日子也是马，我就是马。你是什么龙？我龙呀，我属龙。为什么呀？因为属龙呀。因为飘忽不定吧。飘忽不定，谁说龙飘忽不定？ 龙很明确呀，龙的传人嘛。对，我就是。我就是那个龙的传人。对对。就是你呢？我狼。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我还是更像狼。那你就是我的敌人呗。马跟狼其实很好的朋友。是狼不是大自然的什么什么来着？什么？就是大自然中最最什么呀？它是条好生态的一个不是，狼怎么说呢？狼有一种意识，就是保护家人家族这种意识。狼头疼。狼头疼。狼头疼，就狼的意识呀，狼的各种，就是喜欢。你觉得自己挺像的，挺像狼的，对，眼睛颜色也是浅的。而且我上次也见过一个萨满，就是我一直问我的姓氏是什么，然后有一次一个老萨满是说我是强的扫我，强的扫我的，强的扫的话，狼孩儿呗。强纳斯可能是一个，也是跟狼有关系吧。强纳斯也是，那应该是罗马人狼族那种，更喜欢狼，然后让狼的那种直性和维护，还有生态的一种平衡。对，其实动物都是一种生态平衡，所以说爱护动物吧，不要吃动物，不要吃马龙。哎，我俩也是《西游记》的龙马之神，龙马精神啊，龙马精神。对，我们中国人民，哎，中华民族就是，龙马精神。你怎么又翻了？我觉得到了。再说一说吧。那我因为一直把这个帅当成权利了，是吧？行了，好不容易帅一次。第二个帅是谁？你还要说吗？再说一说吧。你说一说狼的那种更喜，就是为什么像啊？为什么像狼？就是我有一种意识，就是团队的这种意识和家庭家族的这种意识。就是我也不会轻易的去破坏别人的一个群组的一些秩序，这些东西，这种意识还是有的。对对对，尊重别人的，也不算是，就是法则吧，那个，相信那个，就是尊重吧，就是什么，就打扰不打，去组局的，那就回到很早的一个时代。更喜欢那种团队的一起做的。团队精神，反正你分工明确了，你会比别人走得特别快，就捷径，而且也在团队里边去发现，能够发现自己的一些长处和一个不好的一些。对，这样。狼图腾其实就是讲这种故事嘛，从狼的方面视角，他写的就是团队这种狼
一起打捕猎时候的那种精神状态，特别互相能，特别能怎么说，反正跟羊不一样。有个狼和什么来着，他有另一个动物吗？我忘了那个是，就是 狼的另一个类似军师的那个，说有一个腿短的 前腿短得靠在别的狼身上往前走的嘛，是另一个物种了感觉。狼狈为奸，对，狈是另一个，就是狼里面的，现在狈基本就没了是吗？对对对，啊，也是那种团队精神是吧？对对对，那就下一个。好，还有吗？还比就是自己想别的动物，比就自己已经比除了狼没了吧？没了没了没有没了，那就下一个。哎呦我操，那第二个事你来吧。可以给你的童年打个分吗？十分制。童年我十分。打个分？我能打个八分吧。几岁之前叫童年？十八岁吗？十二岁之前吧。十三岁前。十三，那就是童年。你打几分？当然一样，十分。为什么打十分？为什么就是幸福呀？幸福很饱满。因为还是这个时候得谢谢父母一下，从小的感恩，从小的感恩，那么辛苦，然后成长到三十多岁，没怎么受过苦，小时候。那你们小时候在草原上会干什么？草原上睡觉吃饭，草原上，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草原上种地啊。我是齐里孩子，草原上的生活，去草原就是玩的游戏特别少，就是玩这些在沙漠里面盖房子啊，用沙漠，然后就骑马，因为那时候亲戚在牧区嘛，然后跟他们一起骑马，反正是邻居也不远，特别近，但是跟他俩骑马就那感觉特别爽。对，我小时候没骑过。我骑的驴，就是去老家，我妈妈老家那边也，就是杭锦旗那儿，也没马了，反正马是比较少的。别的呢？没有。别的童年就这么个这么迅速的，就骑驴就没了。没有，赶骡子车啊，很有意思。你当司机？对对对。骑着那个骡子就自己就能走。骡子车。骡子车。是骡子拉着我们几个孩子，啊，拉四五个，然后咔，然后去新疆，很有意思。骡子一上道就知道他要去哪儿了。对对对。其实也就那样是吧？没啥司机啥的，没必要。对，自动驾驶。他自己就停了，就他们家门口。对对对。我小时候挺多的呢，叫掏鸟窝，你们应该掏过是吧？掏蜂窝呢？蜂窝没有。没干过，没干过啊！掏蜂窝有点猛嘛。抓蛇呢？没有，也没有。遇见过，但是没抓。你不愧是狼呀！然后那个，就晚上，天黑了以后去羊圈里，抓麻雀，没干过。为什么天黑了抓麻雀？白天？因为他们到晚上的时候他们睡觉嘛。你抓大的。大的。嗯。天黑了，他在羊圈那个上面顶棚上面。嗯嗯，睡觉嘛，然后你给他照个那个电棒，手电棒，他就动不了了。然后我们就拿个那种小的那种麻袋，那时候就布的那种麻袋，那会儿也没有塑料袋什么的，塞满了，塞满，就装满了，就因为那么多，因为一个我们一个，相当于村子吧，不是村子吧，就村子一样，镇子是吧，大岔。还差松木，那好提的，松木也不是一个浩特，五户人家是一个浩特，然后你累积五个羊圈里边的那些麻雀，那挺多，真挺多的。然后第二天早上，行，这个咔不能播，这个不能播。拍照那你们没有灌过那个什么吗？水，老鼠洞里。灌过。觉得那叫什么？旱獭吧，是不是？不是旱獭，不是旱獭，是塔罗。叫种什么鼠来着？什么鼠来着？反正就是草地上那种挖洞的，吃草籽的那种。对对对，它那个洞就是你要是灌水，它就会出来。
哼，然后抓他。聪明的那有好几个洞，关这个他从那个、啊、从那出来。对，那种是比较看就是三居以上的比较勤劳的那种书才会有的吧？三居以上，三居室。对，三居两厅那种，然后给他输液。嗯，输液。其实是重口味的。蛇是那种我们拿过来以后抓过来以后先放三天在那个带水装满水的一个瓶子里边，嗯，它放进去以后盖上盖子放阳光底下，就是放外面就晒它三天、嗯、三天以后这也有说法说是你把它泡在三天在光底下、嗯、泡水里它的毒性会特别强，它的毒全部都在集中在它的这个牙上面、嗯、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以后把它嘴这样挤开，当它张嘴以后、嗯、拿那个指甲刀就剔它的牙，这样它的牙那个牙就没有了，它的牙就不会穿到你的皮里边嘛、嗯、然后我们就可以随便玩，可以就趴在那上，它咬也没事，就这种童年你打十分啊。其实这些都是我跟着我哥直接推给哥我哥哥了，对，真的真的、嗯、我挺怕杀就是杀戮的这些的，嗯，我真没杀过，我真没干过这种，没童年里边一些表弟啥的他们经常干，对对对，这是关洗清自己了看一下，对，我小时候我们好像都有点那种饿的那种，对对对，有我小时候也把青蛙肚子弄开什么的，也对，就想看里面是什么，然后打开，也干过这些事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刚才打八分嘛。嗯哦对吧，我为什么打十分？是因为我见过没干过这种事情。刚才说的那么清楚。对，清楚。不是蜂窝那个特别有意思，你俩都是作恶的，所以现在这么不顺是吗？对，我是最干过最坏的事就是偷那个、嗯、因为那时候滑雪嘛，从山上滑，然后得坐那个什么滑板来着，切尔格的是的，嗯，那个韩语怎么说来着，切尔格，然后得用那个竹子，得竹子的话更滑的比较顺嘛，快、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有竹子的家很少嘛，然后那些农民工家里就竹子嘛，他不是那个盖屋子时候得，然后就偷半夜偷，然后那时候有也是有几个哥哥嘛跟着，但是惧怕，然后他们还那种平房从别人把别人后面的窗用石头砸，然后砸往后跑，可坏了，对，就欺凌孩子嘛，对。放晚自习以后是吧，对对对对，然后要不就敲门摁门铃叮咚，那时候不是家门口有院子吗、嗯、哦好高级啊，对，有那种小门铃、哦、那会儿也是挺时兴的、那个、对对对、嗯、要不叮咚然后跑了，对，我也喜欢干这样对，比起你俩那个刨尸输液那你没干过那个就摩托车、嗯、那会儿不是二五零摩托车挺多的吗，幸福二五零，然后油泵不就泵吗，那种什么东西泵，油泵，油泵吗、嗯、有一个化油器，嗯，它那个是你泵的泵的那个油就自然就出来了那种，嗯，这种它概念是这样的，就是里边灌气嘛，嗯，然后那个油就往上上来，这样就一直泵、嗯、它就会自然就出来了，你用手这样，对，嗯，这种事情干过，活塞那个帽子也摘下来，这种欺负女生吗？你不会，但是会怎么说，会那种逗女孩，那不就是欺负吗，但是我会逗人家开心呀、啊、我会欺负，对对 对，她开心呀，对，主要是她开心呀，对，各种逗，反正我这种的、哦、这种，因为咱们三个都是挺从小挺活泼的、嗯、都是不爱怎么学习的那种孩子，嗯，我是喜欢逗别人开心，课上也好，反正话痨小学开始就话痨，喜欢搞笑，对，一直反正旁边桌不放过，嗯，得招谁就唠，哗哗哗哗哗，然后谁就放到最后面
最不喜欢说话的一个女孩嘛，嗯，就 M 你跟她坐，她坐在最后面，然后一开始哇唠不动呀，但是唠了两天后就开始跟我聊了，突突突突结果你听了是不是你烦了那种？不是没有，然后老师就服了嘛，可以这个太厉害了，治抑郁呢是不？对，然后就后来就你出去还是外面站会儿吧，太能唠，但是都开心嘛，就。从小干啥各种问题都会唠，嗯，厉害的，海墨迹是天生墨迹，对对，海墨迹。那这样的话你俩同年都不用什么十分，你就给你打个二分吧，两分三分吧，你差不多四分。你要十分是吗？我要没，我还是八分吧。嗯，对对对，嗯，行了，那就下行，我要个六分吧，及格就行。没，你是最惨，你的二分。但是我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见过，就喜欢看那种。你就是那个背，你哥是狼。对，二分，现在三分吧。不是那个背。下一个，来，第三帅。公公，至今为止。迄今为止。迄今为止。最让你幸福的时刻是？问号。就是现在，你是跟我俩在一起就是最幸福。我是有孩子吧，嗯，有孩子那一刻，感觉到那一刻是吗？对，看见后那一刻是完全是不，就是就没想法，然后第二天开始给他喂那个水奶。我就感觉他很幸福，看到孩子。嗯，水和奶，水奶。第一口是水，给他喝了个黄油水。嗯、黄油水。对，这样的话有说法嘛？他就不会有那个肚子啊之类的，就不会疼了。对，润一下。啊，幸福感，马大哥，幸福感是不是多巴胺分泌？有血清素。血清素。那就是他这种状态应该是血清素。对，我血那时候血清素特别明显，高，特别大，血清素高。对，幸福素也是。其实说的对。我当时血清素特别高。迄今为止，我的话应该是我哥哥结婚那一天吧。嗯。特幸福，真的特别幸福。嗯。你俩也在。对。特别幸福，一种。哇，我的亲人成家了那种感觉。这我这个狼哥哥终于结婚了。别的倒没有特别幸福的，没有。嗯，感觉跟家人在一起吧，父母开心什么的，就会感觉到那种幸福感嘛。你呢？我不是正在说吗？好好好，我以为你在总结我的。你去哪了？我以为他在总结我的。嗯，不是，就是幸福的时刻。老师终于打了个乒乓球，结果没开。就是跟父母家人在一块的时刻，幸福的时刻。你跟亲情。不好意思啊。我想的也太不当老苏主持人了吧。我不是老苏一直在配合，所以说啊，你在配合我呀。啊，我有那么多配合你。最幸福的，反正这种时刻是有很多的，我感觉我醉吗？这个往下醉也能有好几个醉吧。就是跟我总结了这种醉，就是跟家人在一块的嘛，父母开心的时刻。鱼香肉丝有很多，很多饭店都有，但是你觉得最好吃家的最好吃，就是童年那么时期的最好吃。现在呼市的话有一家哪儿？哪儿？说到鱼香肉，就那个叫什么来着？三友。好再来。好再来。嗯。我好像听过，在哪儿来着？还是就在那么，老板态度巨不好那种，大型，但是巨好吃，有些人跟小时候的味道是一样的。好再来在哪儿来着？
反正一个巷子，回头带你吃，要不一会儿咱们吃好再来。可以。嗯，好呀。做音乐的时候最烦了。做音乐的时候真没有幸福感。真没。你们以为特别幸福是吗？特别枯燥的做音乐。但是做出来后会有幸福感，别人听到认可后又是幸福感。那你觉得幸福感跟满足感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满足，你说的是满足。幸福感才是经历个字，就刚才你说的，你抱着儿子给他喂奶，这个才是幸福。对。满足感是 他吃完了。就是你的一个，对，他吃完了，对你炒了个菜，我弄了一个奶粉，哦，终于他全喝完了，满足，并存吧，满足幸福。有时候在舞台上也是一种幸福感。对，如果从音乐上说的话，但是感觉不会跟幸福扯上，总感觉幸福是。亲情呀，什么那种跟性有关系不是吗？这个幸运来得来的福是吗？幸运简称幸福。就是你没有记，就是记忆中有没有一个时刻是你真的让你觉得特别幸福的那种感觉？我能想到父母的那种，我在音乐上有一点点小成就的时候，父母的那种。终于相信他儿子不是那种，感觉他们一直可能不相信我们，这干嘛呢？然后有一天是电视上看见啊，我儿子还是在干正常事儿啊，他没偏呀，是吧？对对对，这时候我会感觉有幸福感，就是他们得到他们的认可吧。幸福可能是大家的，是吧？嗯、大家的跟你一样的那种，才会有一个幸福感。幸福全人类，好吧。这一期节目就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到此结束，到此结束，到此结束吧。对，然后朋友们，如果喜欢我们的 radio 的话，继续支持我们，然后也可以回答留言区、评论区，可以好多有意思的问题，给我们问题，对，然后我们一起解答，拜拜，拜拜。